号角，你的玩家生活。号角后轴是属于游戏玩家的同号聚集地，你将在这里探索社交新纪元。你可以找到喜欢的频道、同号的玩家，一起畅聊游戏趣梗，实聊电竞趣闻，也可以体验最新最全最准的一站式电竞信息、热门赛事、俱乐部资讯、选手数据，成为行走的电竞百科全书。还可以与喜欢的电竞选手在线聊天，让游戏大佬成为你的在线好友。快来下载号角后肘，开启你的玩家生活。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星际老男孩 SCBoy， 这里有每日的直播预告、重要的赛事报道、精彩的视频剪辑、有趣的主播八卦、定期的抽奖福利以及爆笑的节奏和评论。关注 SCBoy 官方公众号，365天每天更新，让你与20万猛男一起更便捷的享受我和黄哥给大家带来的快乐，不要告诉别人哟。好了，第二场啊 ，PSI 对 GP， 这场感觉悬念有那么一点点，因为 GP 上一周表现也不错，这周如果表现好的话 ，GP 还能往前走。GP 他们的这个实力啊，就他每次比赛都能够打出一些就一些超常的发挥，所以说能够让他们不停的获胜。甚至是打平啊，这时候都有可能的。我们看下 GP 的选手啊，其实你说强 GP 选手强嘛，也就那么回事了，不是很强这些选手。为什么切姆现在是成为他们的王牌嘛？因为切姆最近在美洲区的表现非常的好。好了，来看看对阵啊！啊，切姆又跟梅吉尔对上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哎，这个对阵，我讲实话，不是没有机会啊 ，GP。切姆本来在美洲区就已经把梅吉尔打爆了，3-1、4-0，好像是4-1、3-0。GP 这个阵容打任何队都有机会，他们主要是就我感觉他们就很团结。主要准备什么的也准备的不错，现在孤明火整个人的状态也是非常好的，解锁已经打进了6强，还对手普林斯战术型选手啊，看能不能够偷孤明火一盘，打成1-1。只要能偷到1-1，我觉得这个比赛就是有机会的，因为毕竟 Cham 打 Major 最近是没怎么输过。Special 为什么叫 Major？ 因为他以前就叫 Major， 叫习惯了。他这个逼很喜欢改名字的。感谢黄哥来我追不到 WXW 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好了，看出现点位，这边蓝色的人族选手就是来自于 PSI 战队的孤明火，出现在了左上角的10点钟的位置。而右下角红色的神族选手就是来自于 Team GP 战队的普林斯，是出现在了4点钟的位置。
哎呀，哎呦，起手战术啊！哼，好，有点狠、啊。这个普林斯，哎呀，没错的，妈本来就打不过古米后，新一枪。来看一看啊，单兵就给你感觉是很正常的啊。这边两兵压你基地，看到这个基地，其实普林斯是心里面是很爽的。对啊，感觉被压到了呀，这个。嗯，要再引个 VS 呢？不然他就两兵压制你很难受啊，基地要被压，对，我进来一看人都傻了，感觉好像挺正常的，但没有二矿呀，他已经知道了呀，他已经，哎，操作下呀。点农民，好，先点兵吧。好，出了个叉。但我觉得他这个叉，哎，先把农民，哎，他要把这个全部叉掉。哎，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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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进去了。走上。他强硬抹进去，要被农民围殴啊。但是，哎呀，这普林斯这个操作啥情况啊？这种战术都打不上农民好吗？太差了。这都打不上古米后吗？这他妈的这种战术都打不赢，他拼一枪了。按道理来说，就是这个战术是应该是完爆古米后单兵开矿的。你看 Party 以前用这个战术是随便弄的，二矿都不可能开得起来。但他最后这个反手拼一枪，也不是说一点机会都没有。那么刀，那么他主要是野的位置他妈太漂亮了，这个位置他打还有点难，这他妈的也有点拼啊，我只能说，这个姑娘找了你妈找了半个地图，发他妈都没发现野的东西在哪里。感谢求黄哥来，我追不到 WXW 的一个火箭啊，感谢兄弟，别追了。感谢兄弟啊，来了。那你给主播送火箭，他妈的不容易追到人的呀。啊，我觉得这波可能要遭重啊，这个他就给你换农民现在啊，他啥都不管。先把坦克打了呀。这个坦克打了呀。不，他换农民，他要的是换完农民让你砸矿炉。对对对，也他的思路很清楚，他不打坦克，他就是换，哎，起防空了。没事没事，哇靠，这怎么办？他看到引刀了吧？应该是，他应该是看到引刀了，不然他不会起防。看到了吗？哎呀，是这样的，他给主播送礼物，就这个，想追到妹子是挺难的。如果妹子知道这件事情是挺难的事情，但是还有一个好在，他是给男主播送，这个可能就机会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给女主播送这个可能就基本上是追不到了，对吧？有好有坏的呀。这怎么打嘛？这在跳引刀，这什么什么东西啊？不是。他没有办法了，现在这里引刀你们越拖下去越没有威力啊，现在
王总的两万不是白送了，王总是去送缘分，找缘分的，不一样。哼，对不对？缘分一下就到了，缘分一下就到了。你妈的，说的好像这个缘分是妈王总拿钱去买的一样。不不 不是的，王总是妈的掏心掏肺，好吗？掏心掏肺，掏心掏肺。他不可能这怎么打得进去嘛？这是打不进去的。这个时候其实普林斯很迷茫，他不知道这个局面该怎么打了。他妈这五把刀送了就结束了，这你妈跳上去想收回来是吧？没了呀，这完了，孙哥留在上面了，怎么其他兄弟都跑了，就孙哥留在上面被秒了。还是他很迷茫，我就跟你说，他绝壁很迷茫，打不进去啊。现在妈的，顾明，我如果现在投两船兵出来，你怎么办？你家里面怎么弄？家里面什么房子都没有。这波你不回城，家里面就没了，肯定要回城。哎，怎么回来了？这普林斯现在兵营不满，准备再拼一枪啊，感觉是。拼个毛线拼！哦，他去拆建筑。其实如果投家的话，可能效果更好一些。哎呦，怎么跳脸引刀？其实可以打，刚才引刀至少可以打掉。人家开起来打不动，但你妈的，公牛一大坨部队啊，真的是一大坨部队，挡不住啊！这开局开成这样，怎么打得进去呢？就随便，哎，你就几个这种臭鱼烂虾的兵，怎么挡得住？他很迷茫，打到后面。就这个局面没有按照他想的这么往下走。随心所欲。哎呀。我们会不会解说 TI 决赛？到时候再看呗。但如果有中国队的话，对吧？那我们可以，对吧？跟你们吹吹逼。普林斯战术其实打到了，但是无奈自己操作太差了。我觉得第一波他应该是怎么说呢，第一波这个兵可能是家里面死神给他造成那个双线压力，他没有第一时间上去，所以导致机箱出来了，站住位置了。嗯，
TI 解说不认识英雄也行吗？这底吧，我们是吹逼，我再说一遍，斗鱼没有版权，斗鱼到现在是没有版权的，但是到淘汰赛我不知道能不能播啊，就是反正至少是在现在这个小组赛的时候，斗鱼是没有，它版权分开卖的吗？它是这样的，它就是在淘汰赛之前，就是进那个场馆之前，它的这个制作方是这个 PGL 这个制作方，它把等于就是版权就随着这个制作方，就有点像以前 IEM 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啊。就等于 IEM 来制作他自己的就 Dreamhack 什么的，他所以这个版权就不在暴雪，在这个 IEM 这个ESO 这边，所以 ESO 这边他们就等于 PGO 这边他是有版权买卖的，所以他版权是卖给了这个其他的平台，那斗鱼没买上，所以就没有版权在小组淘汰赛之前，但淘汰赛之后有没有，那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如果有的话那其实还是可以播一下的，如果没有就算了。啊，出现肯定能出，你妈的，每个小组淘汰两支队，你妈怎么可能不出现嘛？高情商斗鱼没买上，低情商斗鱼没钱买，应该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具体我也没问。因为跟我关系不大嘛，对吧？所以我没有去问为什么。第二盘用什么战术了 ？GSL 马路四比零赢了啊，拿冠军了已经。盗版嘛，那没必要嘛，你去盗播那个斗鱼会封你的呀，现在管很严的，对吧？你看斗鱼现在这个频道没有人播的呀。是现在管得很严的，布林斯单兵开矿了，正常打。黑屏我们不会播的呀，我们你妈，我他妈我又不是多塔主播，我他妈我黑屏去播，啊、我靠，你妈的这多塔主播都没黑屏播，我去黑屏播我搞毛啊！我们本来就随便随便玩玩的呀，你妈的我还当真的，还他妈认真的跑去黑屏播，是啊、我怎么我脑子有问题啊？妈本来就玩玩的。为什么不去蹭这个流量？那有啥好蹭的吗？蹭的对我人生又没帮助，我靠，对不对嘛？这啥好蹭的？说的没错。啊，地雷空投啊！提速差一波，哎，反正差就是这种一波的打法。这地雷空投，妈的，普林斯招的中。蹭，我都蹭，你没蹭，你怎么知道没有帮助？蹭你妈！普林斯直接提速差一波。一二三，哎呦，还好拉了，这个操作真的，哇靠，如果该不拉人没了。其实操作已经很烂了，他反正拼一枪，这边拼店家了，拼一枪，下来四个，然后再直接刷兵。我靠，妈，反正拼了，不管了，很果断。来吧，你围吧，围，
你冷静，就老老实实在这里别秀了。你再刷呀，在刷冰啊，你就老老实实刷冰不就好了吗？这刷嘴脸。不，你刷叉就刷叉，你刷嘴脸干嘛呢？也行也行吧，也行吧，就那么回事了。不，嘴脸没有叉。哎，他为什么要下去刷嘛？回城、啊？回城。啊？干嘛打爆一些农民，然后开三矿呢？其实乌米后有点伤的。乌米后也懵逼了，这下面怎么有兵啊？趁你妈！秀一下，秀一下，这你妈没秀出来，没事儿。他其实如果坚持再刷一排叉在家里面，说不定打得更伤。再压制，哟，再来，还刷闪追一波再。他闪追技术他都有，这不是打星际一那招吗？他妈投四个叉进去，然后闪追跳脸，没用的。他妈别人怕你机毁人亡啊，兄弟！就没反应呢、啊？别人不会出门的，我怕你机毁人亡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妈，这啊！他能跳脸吗？这种？哎，没死，没死啊，人家。没用啊，那么多兵刷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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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刷叉呀，刷什么都没用。他想追猎，然后慢慢跟你耗。哎，这妈的就没有这个操，就没有小 hero 的命啊！不要犯小 hero 的病。你说这种打法就不就是小 hero 最喜欢的这种妈的乱搞吗？他搞半天，他明显就是节奏很慢，反应很慢，是不是吗？明显就节奏反应很慢，小黑人妈的啪啪啪就上去了。普林斯是个意识型的选手，他并不是一个操作型的选手。这样搞其实搞不到什么东西。再转插球一波，不，现在这个局面稳下来，对吧？然后普林斯去出闪电，对吧？那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打的，不用去打一波，有什么要打一波的？啊，这反应，你妈的慢成马，这反应。真闪电啊、嗯、慢慢打，但能进掉了有点伤啊，因为这个必须要能进闪电才有机会、啊、慢慢打呗，那怎么办呢？哇靠，all in all in 就没了呀、这个、闪电好了，闪电好了，看电的怎么样吧，电的好是能够守住的，顶出来的、哎、有点点吧，没能量吧，没能量吧，好像有一把、啊、有了一把漂亮，再来一把，他坦克没架的，有机会缩一下，再来一把啊，没闪，没能量吗？闪电呢？好像没能量。哎，这不会吧，这封完了，他妈的就我闪电都能我死吗？我闪电我死也很难，完了呀，也很少见呐。这妈这什么电啊？四大皆空。就我带闪电的能我死，这个真的很少见。
算了算了，这个普林斯是真没实力。善良之点正大，他反应的确是有点慢，普林斯的反应。这个原顶在这里，打不过，没了，GG，GG。哎，差一点，还是有点压力的。对，有些压力。其实看到闪电的时候，他其实心里有点虚的。就按道理来说，垫好一点就随便守的。要等第二场了啊。第二场，这场就是比较关键的一场比赛了。GP 能不能赢，就看切姆了。切姆在之前美洲区的比赛是把梅吉尔吊起来抽了，真心是吊起来抽。胜者组打到败者组，败者组上来再干他一次，而且基本上是零封。Major。70分的选手，哎，他不是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各种在找队吗？好像也没找到队伍。现在不好找啊！妈的，外面哎，邦尼、Crito 这些都没找到队，他为什么找得到吗？他要价又不低的。也是。是不是嘛？他要价不低的呀。那他应该是找不到了，应该找不到，不好找，现在不好找。这两个人也算是经常交手的，他们在拉丁美洲赛区啊，经常能够交手。这次也是切慕唯一一次，那么多年下来唯一一次赢了，不容易啊，这次真的不容易。好久没有看过这个切姆能够在美洲区，对吧？拉丁美洲赛区是赢下 Major， 这一次也是在亚特兰大战里面是赢下了 Major， 然后顺利拿到了出线名额，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切姆应该打 Major 现在很有心得。那肯定，那么多年叫哎，这你要想在他这个赛区，除了一个卡拉柱尔，就是 Major， 他当然有心得了。嗯。邦尼服过兵役，邦尼没有服过兵役啊！邦尼什么时候服过兵役？没有服过兵役，还没去。俊姆，对，俊姆是服过兵役的，这个是没错的。马上94年的这批选手就要去了呀，94年对吧？之后就95年。现在是94这一批去嘛？93的已经去了，94的马上去了，92的马上回来了嘛？就是把本啊这些都要回来了。吕布其实明年就回来了，但吕布回来之后，他不一定还会打星际。反正他有自己的规划嘛，他是希望去 T1 当这个，哎，每个当教练嘛。
这烧的搞来搞去搞了两个农民，关键是没死啊。嗯，这个应该是录像啊，两个人都没有摄像头，应该录像。对，一般来说没有摄像头的都是录像。对，但具体为什么是录像，这个只有人形他们知道了。这些人回来打野要观察耶稣续约情况，不，他有些是就新项目，他们是不可能再回来打了，这个新项目也没有竞争力，对吧？就比如说明年如果这个风暴之门发了，然后做的还不错，然后全球赛事体系也做的不错的话，那都是新人的天下了呀。那欧洲那帮新人肯定会拼命练呀，对吧？你韩国，你说真的还有新人，我觉得下一个项目韩国未必会很强，因为韩国的这个星际争霸就个人的这个体系已经崩塌掉了，他没有职业的这个体系了，他凭什么能强呢？韩国现在有的新人他去选择的项目都是选择的是这个，比如说像英雄联盟，对吧？像这个像其实 PUBG 就现在都没人选的，就选英雄联盟。你之前那个守望其实韩国人选的很多的，现在比如说韩国人他们有人会去选什么瓦罗兰特这些项目，就我就觉得下一个 RTS 有些韩国人未必会很强。这个要就你还是要看环境的。对呀、啊，就我就说嘛，就没有他没有新人，他没有办法的。哎呦，没劲被包了这波。在打些什么东西啊？风暴之门别想了，名字就不可能火。不是说有多火嘛，就是你这个赛事体系，如果全球的赛事体系在还比较稳定，这个就。不过有一说一啊，就星际二是因为首先有星际的传承，第二呢是因为。暴雪在韩国的确猛砸了一波，啊是。那像什么风暴之门这样的游戏的话，他没有钱来砸的呀，他只能靠社区做的。他不可能砸的呀，他哪有那么多钱来砸全球赛事、啊？所以韩国人可这个时候，反正他们就对这种类型的这种游戏，包括这种类型厂商，他们不是很喜欢。你稍微麦克风离近一点，兄弟。哦。说着话的。他们就喜欢那种。妈了个鸡的，只要反正奖金多我就拼一枪，就这种啊。那也不是，这个你如果奖金多就拼一枪，那他 DOTA 也没拼出来，也不是这样的。 DOTA 他们实在没环境好吧。对，就首先韩国人还是要有这个竞争环境的，就有很多选有很多人玩，有竞争环境才做得起来的。你没人打你怎么打嘛？一攻一防蟑螂，火蟑螂，一攻一防蟑螂，冲一波。我觉得 Major 可能要被冲死。Major 现在的这个打法，他是没有坦克的，出地雷的，你怎么打一攻一防蟑螂火蟑螂？就我跟你说，切木绝必须找到Major的软肋了，就蟑螂拱他脸。Major本来正面其实就对啊，正面就有点软嘛，本身就有点软，你蟑螂拱他脸，Major拿你没办法。他估计美洲区就是这么干Major的。嗯，你没坦克，光靠光头这个还是有点难守的。嗯。好了，挡住之后差不多切木要反打了，这波反打非常的强啊。他好像不是蟑螂一攻一防蟑螂火蟑螂，他转那个了，他还是 转狗毒爆了，转三本的，对，转三本狗毒爆。反正这个打法正面非常的硬，兵很多，就真的一攻一防，你稍微狠一点 Major 就没了。 Major 没坦克的，没坦克怎么守嘛？对，
风暴智能自己都没钱怎么办赛事？哎呀，他会去找、哎、找投资的呀。而且第二个，他只要游戏做得还好，就办赛事其实没有多少钱的。你们这个不要觉得办个赛事就要花多少钱。我就跟你说，接盘现在星际二整个体系500万美金，这点风暴之门还是掏得出来的，这个你要相信。对，对吧？他500万美金，他还是掏得出来的。这倒是啊。双线。我掏不出来呀、啊！我有钱，我可以掏掉，我掏不出来、啊。你对于一个游戏厂商来说，这个几百万美金他还是掏得出来的，只要他游戏做的还行。不，他也要看那开始还看卖了多少的呀！我靠，他上来如果卖的不多，他怎么可能？他上来如果收入还不错，他马上就会。他有个比例的呀，比如说他收入多少，然后他有多少比例的钱，他会去投入到赛事系统上去。他有这样比例的说法的呀。对对对对对，他其实还是看上来收入的。你妈的，他上来你妈的卖都卖不出去的，他做毛比赛啊？就是卖这个项目做了吗？他上来看得到在线的呀，在线，比如说他这个有多少玩家在玩，对吧？在线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他就确认要不要后续继续做了嘛。没有这个正面是真的不行。风暴之门收费不收费啊？风暴之门免费的。什么时候卖嘛？不要急啊！哎呦，包夹！风暴之门，哎，啊，贝塔都还没出呢，你慌个毛？双线没劲反应，反应、哎、被砸了，完了！这个砸的，我说欠不绝，必须找到他软肋，就是正面跟他刚刚狼。美洲区估计就是这么把他刚死的。妈的，你喜欢打战术是吧？我妈无脑蟑螂，来嘛！这个风暴这么重游戏嘛，就应该想通一点，妈个真免费。它是免费的呀，你们有你游戏收不就好了？它就是免费的，然后如果做完了之后，它在里面做那个就是其他的收费嘛，就皮肤啊，估计对啊，这样就对了嘛，DLC 啊之类的，这很正常的。再来个两线，但正面其实就是怼不过啊，有飞蛇了，再投进去，投下来你还是打不过，他冰火焰就打不过了。关键是有飞蛇了之后，运输机也会被，然后飞蛇可以误你，到时候我把宝压到风暴之门，没有什么压不压的呀，那还能怎么样呢？那你告诉我，我们能干嘛呢？那不只能等下一个游戏，下一个游戏你看得到的不就这个游戏吗？你还能看到啥游戏呢？是不是那么回事吧？说的倒没什么错、啊、对不对嘛？那你告诉我还有什么下一个游戏能看得到的，就 RTS 类的，就是特别是这种暴雪系的对战的 RTS 类游戏，那下一个游戏有什么呢？夺塔为什么要去搞夺塔嘛？我靠！我们不会去搞夺塔的。夺塔只是说自己玩的蛮好玩的，玩的开心嘛，玩腻了不就玩吗？我以前还玩 PUBG 呢，对不对嘛？我们玩过的游戏多了。双线，正面继续怼，反正就怼正面，这看起来场面很乱啊。但没劲，现在转不管怎么转型，对面都是这种，这种低等级的兵种。我告诉你，妈的，这个切姆其实做错了一件事情，他就妈的200人口，蟑螂火蟑螂就往 A 你脸就结束了，什么防你骚扰，我多放点防空，妈我正面反正不管的，不让你不牵制我。
星际争霸二重置版，那如果真的有，那还真可以好好搞搞。问题他不可能的呀，他既然要做，他还不如做星际三呢，还重置版，重置个毛，是不是那么回事吗？没有重置的说法。两个人真的在打混战。对啊，就是乱战啊，就是羡慕就跟他拼乱战。没准感觉矿要打干了，他五矿开五矿的时候可能就决胜负的时候。终于是出了点腐化来对空，妈个鸡的，这被投的投傻了已经。星际争霸二有什么好重置的？是没什么好重置的。它的现在的画面，其实你放到今天来看一眼，就十几年前的游戏，其实也不差。它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 CPU 的核的问题，就是优化的不够，就是单核嘛，单核双核的这个问题。就兵多了会卡，这个问题是星际争霸二设计之初的问题。你说真的，你要重置怎么样的？其实只要改掉这个 CPU 的利用的问题就好了。不是，他上来星际二又没想过要怎么什么出合作模式啊，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好吗？他上来就是为了对战的。做的时候也没那么多核，对啊，他做的时候，他星际争霸立项是零五年左右立的项，2005-2006年这个游戏开始搞，对吧？然后搞到2007-2008年的时候，基本上其实内部已经在开始玩了，就是整个雏形这都已经搭好了。2010年是发售吧，他干了5年嘛，5-6年这个游戏干了。好了，没劲没了呀，我感觉没钱了，没劲马上打干了钱呀，就正面怼不过。但这个欠的确，就这波运输机如果被截掉的话，那就结束了。这个正面是真的软。对呀、啊，就我说切姆就是找到打他的办法了。妈的，老子就跟你怼脸就完事了，打到你矿干，你四片矿打完就结束了。好了呀，这波给你吃吧，你还打吗、啊？眼虫呢？眼虫来了呀，眼虫。对吧？这波打完你就不用打了呀。啊，运输机全打几乎。没矿了，没准儿没矿了。现在切姆还有矿。就找到他软肋了，就这个蟑螂狗毒爆，然后跟他怼脸。哎呀，肥宅也不行了呀，肥宅，那么多年了嘛。肥宅年纪也大了嘛。强换啊，这个时候就强换经济就好了，换着换着你就没兵了，开不出五矿。嗯，没准开不出五矿就没钱了。打得很缠绵，但是其实没准全场也没什么机会，就是打不过正面。那天那看来他输给切姆在美洲区也不是这个叫做意外，对吧？你想胜者组输一次，败者组输一次、今天打下来感觉就是切姆找到打他的办法了。哎，只要面对这种基本功好的，没人就没办法。嗯，碰到都莽的，所以说没人打那个什么 Ron 格纳洛克就一点机会都没有，就一点机会都没有。 Ron 格纳洛克不要打的比这个 Chem 还要莽。对，新界就应该弄点 RPG，
不是新劲儿，其实我们说一上来的时候，暴雪其实在 RPG 就是编辑器这上面其实有一个非常宏伟的计划的，后来没有做成功。他们其实是之前是想过这个东西的，就是因为魔兽的 RPG 魔兽的编辑器让魔兽在这个魔兽争霸在国内在全球的推广还是比较成功的，就是 RPG 包括编辑器的是功不可没的嘛，包括在编辑器里面还诞生出了像 DOTA 这样的游戏。其实星际二上来它这个银河编辑器其实功能是非常强大的，暴雪曾经想过就是编辑器它作为一个其实就现在类似于平台的概念，它当时其实就想过把这个编辑器作为一个像 Apple Store 这样的商店，然后玩家到里面去，你任何人去开发完了之后，他在里面抽水，他是这样想的，就跟现在平台是一个。那后面为什么没有呢？一个理念，但是里面肯定就是在执行上面来说，你也知道，就是他妈的想法跟最后执行，那么大个公司里面肯定这样拖来拖去的，最后就没有做，你知道吗？就最后没有做，就是其实他理念很先进的，因为这个理念我在一一年的时候就知道了，一一年的时候他们就准备要这么做。你要想一一年的时候，其实还没有什么魔兽对战平台啊，这些东西，简易的游戏引擎，不是主要可能还是他里面就暴雪后来其实尝试过，他出过两张付费的地图，只是在国内没有上。他出过两张付费地图，在欧美上过，但是效果并不好。一张好像是泽拉图的什么东西的，还有一张是什么我都忘记了。对吧？他出过的，但是最后没有做起来。2001年 DOTA 就有平台，那你说的是对战平台，但是对战平台里面做 RPG 然后并且有付费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的，如果有的话那浩方啊这些也会做得非常好。浩方和 VS 这些平台包括你们后来熟知的什么11平台，这些都不是靠这个，都不是靠在里面什么做魔兽 RPG 里面做道具挣钱，不是这样的。他们其实主要的收费是来自于那个 VIP 房间的收费，就大家我相信以前肯定也有买过那种破解版，对吧？也有人用过这个什么 VS 几房间补丁，也有人就直接买 VIP， 买 VIP 可以直接进那个 VS 的什么高手 1v1 房间，是不是有人买过嘛？我就问你们。这个其实是 VS 平台的主要收入，最早的一批，这个挺赚钱的。花钱找虐不是，是以前你要混进那种高手房间很难的，一个房间只能装200个人。高手一房间，对，你一定要有那个有会员你才能进得去。对啊，那个高手 1v1 房间，就是以前打 DOTA 的也要进那种高手 1v1 什么这个高手 1v1 这个，以前浩方啊这些都靠这个挣钱的。VS 平台一年这个 VIP 收入能挣好几个亿呢，你敢信吗？就卖这个房间，就卖这个东西。进去干嘛？进去找人打呀？啥时候啊？大概VS 大概2009年2010年的时候吧，差不多这个。我跟你们这么说啊，就是几个亿，我在搞笑。哎呀，我跟你说能挣就能挣呀，我骗你干嘛呀？不是说进去跟人打，是有些就是你实力不强的人，你妈你进去是 OB 的，还能 OB 呢，对不对嘛？看到高手能 OB 进去，对啊，我就哎就这么说，就是比如说你现在你妈的，比如说你充个什么会员，你进到这个房间对吧？然后你妈的你平台跟别人在打，然后你妈你进去看他打死对吧？还能 OB 呢，那这种感觉就不一样了，真的能挣钱呀。
那个时候，因为我以前有个朋友就做他们的这个叫 VIP 这个叫点卡代理的，这兄弟一年都能挣几千万，我靠，那个时候。你要想，他就是一个江浙的代理，他还不是全国代理。九幺也认识这个人，以前踢非法的，后来就做这个去了，非法也不踢了。那是的呀，那他妈的还踢毛非法，我靠！你应该认识这个，你应该认识这个人。你名字说出来，我应该认识。姓袁，你们浙江的选手。哦、我知道。你肯定认识他的呀。这后来就他就做的是江浙的这个 VS 点卡的代理，非常挣钱。流水几千万，那肯定是流水几千万呀。这个人应该叫袁明浩，好像是啊，流水啊。叫袁明浩，是个以前非法的一个职业选手，后来他就做这个去了。好了，还是这一套啊，出蟑螂，反正老子妈的已经吃中你软肋了，你打不过我正面，我就跟你搞这个。流水几千万，利润几万的，哎呀，这个具体利润是多少我也不知道，那也不可能去问别人利润。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当年平台如果学会了什么。里面你做个魔兽 RPG， 然后还能搞搞道具什么的，那你是能挣很多钱。那个时候魔兽多流行啊，是不是？那个时候你妈在里面打 DOTA 的，你在里面再开发点 DOTA 道具。后来不是有个什么平台，我记得有个什么平台，你妈的打 DOTA 还可以赚，每过几分钟还可以赚个装备。我靠，然后再去打过那个 DOTA， 十块钱可以赚一次装备。他妈劣势的时候妈必须要赚，不赚打不了。以前有个什么平台，妈的劣势的必须要去赚一下装备。切姆这把不好打，对，被压住了。切姆这把不是启凡，启凡是有这个功能，就是有个 DOTA 平台也抄了这个，是幺幺平台还是什么平台我忘记，反正他有一个 DOTA 就是这样的，就他妈五分钟赚一次，十分钟赚一次，他妈五分钟优势老子就不赚，但是他妈的对面劣势的人必然会赚呀。啊，这什么赚个3800出来，我靠，人都傻了。不，那按你这么说，那岂不是这个你妈这个不就赢了吗？我靠，哎呀，他这个玩这个游戏的人必须。他就是这个模式，你知道吗？就是他不是这个传统的对战模式，反正就是他就在里面打到五分钟，你妈的可以使用他里面一个道具，可以赚装备。不管怎么样，你妈不管什么五分钟十分钟，反正他必须要充了会员，妈他肯定要充的这个游戏。你说他没错，我靠，这个不就跟你妈那个什么那叫什么是那个什么三国啊？我们玩的那个什么三国。哎，反正有这个模式，我跟你说，以前我还真的去打过，我还充过几块钱在里面赚，后来觉得没啥意思，我还去打原版的 DOTA 去了。啊，这盘是感染，对啊，我感染蟑螂啊，这盘是。嗯，只要定住，那没准王总乱杀，王总也不是乱杀呀，他只能赚一次呀，又不是无限赚。不，你可以再花笔钱可以赚，妈的，王总就乱杀。哎呀，反正以前很早的时候的东西了，这是。哎，这就跟我们以前打的那个什么五子那个游戏是一样的道理，必须要充个会员，妈多一个能战三国是吧？战三国你必须要啊，这个是必须充的，我操，不充妈的感觉就是缺少了什么。没有没有，其实那些高手不充也随便虐我们。那是啊，我们之间打肯定要冲的呀，就多一个格子嘛，多一个人好吗？多一个人能血，这个妈的，哎，叮叮叮，哎呦，他没有能量，这直接被拉开了呀，拉开了，拉开就没了，定，哎呦，定了，还有第二把吗？没有，哎，没有，如果有第二把定还有机会，
切姆反正不管，老子就这一招，就欺负你正面软，对吧？他就蟑螂狗，他妈欺负你正面软，跟你对着面的。孙哥的麦有点问题，孙哥调一下呗。我他妈我也不知道孙哥啥。我没有问题啊。你对近一点就好了，你对近一点，稍微声音大一点。Okay. 我也觉得你声音有点小，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你稍微有点小。你再说说试试看。应该没有问题了。嗯，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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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腐化出来的话，你就。就不能让你干嘛各种空投了，投来投去烦的一逼。反正现在切姆打 major 就永远都是蟑螂狗，对，他就然后攻防高一点，吃准了就 major 了。妈的，这真的软啊 ，major 这啊，你声音炸了，走吗、哎、？major， 我来调吧，我来调孙哥的声音。话说黄哥亲戚很久没出现了，他亲戚最近迷上了其他的游戏啊，对，每天在沉迷。对，我也很久没看到他了。最近他天天都在沉迷其他的游戏。凯子军心不会的，凯子不会军心换阵的，只要凯子大鸟还在做周边呢。是的呀。大鸟前两天还来问我那个做周边，他想做点凯子的周边，在微博上抽给大家什么的，跟我说这个，然后问我找谁，我感觉，然后我跟他说你找法老，他又问我法老是谁，我说法人老婆不就是法老吗？然后他就明白了。好，哎呦，这妈就是欺负你正面没不够高。哎，我怎么感觉没就要输啊？这大龙憋出来了已经。大龙出来之后，他正面怼不过了。你坦克是很多啊，但你们打大龙打得过不啦？大龙，哎呀，他是干嘛？这里、啊、你们大龙 A 你坦克架了，你把围巾先顶住啊！你只要 A 坦克就不可能炸你啊，对不对嘛？哎，把围巾打了呀，这砸一下也好呀。那干嘛？啥东西？好，腐化来了，腐化呢？腐化来了，腐化来了，把围巾顶住。好了，这两个缩了，你就蟑螂就可以上去了呀。顶，哎呦，这把顶出事了。哎，他真是吃死了，没劲正面软。啊，这个正面是真的软，没劲。法人的邻居是不是叫法老王振？都什么东西啊？法人邻居就是我。妈个鸡！这种蟑螂带大龙把他拱死了。哎呀，没劲是真打不过切莫，我是已经看出来了。美洲区不是意外。基地也罢了，完了，真不是意外，就是打不过。切姆已经找到打 major 的办法了，就是拱蟑螂。只要你够莽 ，major 就打不过。他把坦克打了呀！这波就算没有打基地也没有关系。对，因为把这个基地已经那个打没了。Major 现在的确没有什么实力，就还正面软，说白了，对，操作有问题。就他最希望就是搞这种，就是左空投右空投这种。哎，对，把别人牵在家里面，他最希望是这样。对啊。经济刚恢复起来，切姆又从右边拱一波。
这挡不住啊，这个砸一拍火你怎么挡啊？我让你修，他火砸的还不是很好。哇，定了，哇，这几把定你妈要了人命啊！你坦克也没有，你怎么跟这蟑螂拱啊？真的找到软肋，从来没想过蟑螂怎么会那么硬，就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不，蟑螂是挺硬的，这个是真的。哎呀，我在想以前自由之翼这个蟑螂一人口的时候，怎么真的爽。一人口，怎么我就感觉铺天打了个神族，你妈三层蟑螂，那个立场隔了之后你隔好了，我就只有蟑螂没有其他的，你隔了我还可以埋地移动进来打你。你妈一人口的蟑螂，这个叫赖，我告诉你，真的赖。我又是两把定机枪，哎，地好像稍微没有算好时间啊。不重要，不重要。没准还想坚持坚持，但其实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下一波只要切木能够定得到就行了，反正现在也不走天空的路线，就直接蟑螂火蟑螂带感染虫。其实啊，我觉得双喷带感染更猛，但你这个双喷带感染没有那么多资源。那是，我就说啊，就双喷带感染更猛。双喷带感染输出高，有段时间那个刺蛇不是多一个射程的时候，七个射程的时候，纯刺蛇也很厉害，刺蛇带飞蛇，啊、就只出这两个兵。妈的，不是刺带，是神族根本就不用打了好吗？直接可以退了神族。对，七格射程都刺射的，我靠，这个时候真的吓人。但这个补丁存在的很短。趁着妈的补丁没有改，应该多用用。是啊，存在的非常短。他还是要去打龙，他觉得这个坦克阵他冲不下去。我跟 Major 打比赛真的很缠绵，到这里。就 Major 也是那种防守型的选手啊，你们以为呢？切姆继续顶啊，其实人口领先那么多，他不顶，他要稍微送点兵，然后把人口送出来，然后再憋波大龙感染。对，没劲儿，这个组合就碰到大龙感染就是等死了，基本上。继续绕啊，还在换人口，稍微再换一点。不过这样换人口 Major 其实给了 Major 机会， Major 只是经济实在太差了，他兵憋不起来。
35个农民。我靠，这不是不是换的有点多了？浪费他把雷达也是好事啊！我靠，这强行走过来的。粗是真的，你妈也挺粗的。我说真的，黄哥。好了，大龙他变得差不多了吧？感觉应该变得差不多了。他还在出腐化，他这盘没准不可能翻的呀，已经不可能翻了，这个局面不可能的，翻不了。哎，感恩虫呢？感恩虫呢？哎。来了！哎，没进出来哦。你不要急，哎呀，真的，把大龙 A 上往前，哎呀，你腐化别去啊，腐化你去毛啊！我靠，这大龙一起一拍。哎呀，我靠！顶住了！哇，完了！这个顶，瞬间地面全倒。这个顶住太痛了，没了。哎，天上你打吧，天上打完也无所谓了，你没经济了已经。所以说我说没劲儿，就是打不过切姆现在。嗯，是打不过，对吧？就已经第三次干他了。美洲区不是意外，拉丁美洲新的王切姆终于是混出头了。好的，那2-0啊，干净利落的战胜了 Major， 那最后只能给噩梦搞了个舞台。舞台很大啊，但对手是未来是一 P Max Pex， 欧洲最强的 PVP 选手。我觉得噩梦想1-1都很难，非常困难。我也觉得。73分，为什么他防守和运营为什么只有7分嘛？并不是很好呀，还是打操作，这个东西还是很攻的选手，这个还是很主观啊，但是。阿塔尼斯，哎，噩梦。胜率的分应该是最近状态吧，或者是他最近这些比赛怎么样，或者是战队联赛的这个怎么样，状态怎么样，这结合的呀。噩梦呢，正常情况下来说呢，肯定是不强。但是呢，噩梦会拼一枪，对不对 ？PVP 嘛，还是有机会的。对，其他对抗不敢说，但 PVP 还是有机会。但 Max Max 这个选手是很擅长 PVP 的，在欧洲就是他把休泰姆打爆的。欧洲没有什么噩梦拼打得过 Max Max。噩梦只要敢拼，我觉得还可有机会的。试试看呗。你按部就班嘛，你肯定打不过的，这个不用想的。马克斯麦克斯是世界第一 PVP， 那我还是不认的，好吗？只能说他 PVP 是顶尖选手，但是世界第一我还是不认。现在我跟你们这么说，是一 P 依旧还是小黑肉？你们说是一 P 对吧？那小黑肉那认的，11T 马路认的，11Z
麦麦 Zero 都认的，但是说同组对抗那也不好说。你比如说你 Zero 能不能也不稳，也不稳。那可能相对来说马路 TPT 可能更稳一点，对对吧？主要 TVT 之神，你妈的开大巴去了。TVT 之神，我靠！但有 TVT 之神在，马入他妈敢跳，是吧？可惜他你妈的选择了开大巴。他现在没有开大巴，他他妈的现在在打，就他妈的还在想办法复出好吗？他心劲儿练的，他开毛的大巴。前两天我看他打了，然后呢，大概6200多分吧。那已经还可以了呀。他就打了几盘，我看6200多分。肯定还输的比较多的。不，他就打了几排，就6200多分，他又没继续打。继续打应该他肯定打得回来的呀，分数往上走。对，全太阳也是天赋异禀的选手啊，绝对是天赋没话说的选手。他就打了几排，6218分。啊，他竟然还输了一盘给5400的神父，可能战术被阴了吧？可能是吧，因为没见过，有可能。我看他打了多少盘啊？回来，他就9月22号打了一下，然后9月26号打了一下，22号就上来 ，TVT 先把 Coffee 弄了，然后输给了 Astrea， 被 Astrea 2-0。然后9月22号又碰到 Coffee， 又把 Coffee 打爆了，这你妈就打了 Coffee 个2-0，妈不愧是 TVT 之神，你妈兵役回来还是随便弄。他9月3号也打了，我看看，TVT 之神还是有东西的啊，有东西。全太阳还是，你要想知道他是韩国小学生冠军，对吧？小学的时候就同年龄段最厉害的选手，没有之一。你们不要小看韩国星期一的小学生冠军，这个水平已经非常高了。说的没错，孙哥都不一定打得过，我都未必是他的对手。就孙哥他妈顶巅峰时期都不未必打得过他。他是拿了小学生冠军之后就直接被选进那个战队了。他是直邀的。不一定打不过我们，那也不未，那也不好，至少还没交过手，未必没交过手。不，首先我跟你们说，你们说什么一定打不过这种，那我就这么说，老子是干过前无后无的，那倒你妈的谁知道，在没打之前谁知道我能干他，对不对？所以说都不好说这东西。那倒是，孙哥主要是干过纳达，这个没话说。那么全太阳星期一时代，他也没达到过纳达的高度。所以说这东西说不清楚。赢一局吹一辈子，他妈赢一局，他妈为什么不能吹一辈子？我就想问一句。我告诉你们，星期一跟星期二不一样。星期二你靠战术，靠阴招。可能会能赢，星期一是完全没有机会，一点机会都没有。打不过就是打不过，一点机会都没有。这倒真的，星期一你打不过，你很难说你绝望，就是绝望。
对吧？你很难说什么通过战术他妈偷一盘，这种其实是挺难的，打不过就真打不过。这盘录播，这盘不是录播啊！你妈这不是摄像头吗？我靠，这哪来录播吗？黄哥为什么妈的这种认可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他妈打不过就真打不过，我他妈打一辈子都不可能打，都打不过。我体验过打不过就真打不过，然后那些打不过我的人也真打不过我，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不，就是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星际一要做的细节太多了，妈别人比你强，就每个细节都就压着你打，然后他妈差距就一下真就是压差距一下就大了。对，就打不过，就是真不是我不会放战术，我也不是傻子，我靠，没用，但是没用。星期一，你这个水平提高一个层次，那就是真提高到一个层次，怎么打都打不过。这个真的是硬实力，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情。哎呀，真的呀！因为黄哥他妈心机，他不想干我嘛，他肯定很想干我的，好不好？干不了呀！他妈像什么刘伯豪这种他妈跳逼，我黄哥早就想一砖头把他拍死了。我打不过，但他妈打不过呀！刘伯豪还是有点实力。十二弟也打不过，没有用。就好比你妈的鸟哥，我开不跟他打，他你妈五弟了，这我十二弟裸双他都打不过我，这一个道理，你知道吗？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有很多玩家没有体会过星际。就星际一，如果你属于那种，比如说你打个多少盘，你能赢一盘，那说明你还是有点机会的。你们水平没有相差那么大。鸟哥的确被他什么叫天天？妈的，这个都有视频的好吗？我靠，做节目的，的确是那又赖不了，对不对？这他妈是鸟哥星际一他妈最丢人的时刻。孙哥把图开给他，等于你妈鸟哥开了个全图，然后鸟哥看他裸双，鸟哥就放了个五弟，妈过去没打过，我他妈人都傻了，被操作死了，没杀到什么东西啊，马克斯佩克斯。因为这个比赛就是你妈的黄哥，你妈的做的这个计划策划案好吗？就他做的，对对对这个对对对。X 联赛叫什么 N 什么 X 联赛 N 什么 X 我忘记，其实就是一个表演赛。再出噩梦防的还可以啊，嗯，哎呀，没打死，有点可惜。马克斯贝斯直接骚扰开三矿，开得很嚣张啊。瞎鸡巴吹！哎呀，我星际一虽然菜是有点菜，但是我觉得我打水友还是肯定没什么问题。这个讲道理啊。应该没问题。对吧？我那么久不打。应该没问题。
水友要想赢我，你如果没有经过长时间的练习，那这是必不可能的。恶梦直接顶上去 ，Max Specs 两个人拼操作，但恶梦的兵要多一些。这三 G 底是开的太早了，有点。可以，哎，他稍微占点便宜要想要，但三 G 可以退了，没有必要再守了。哎，恶梦难道？耶，难道把 Max Specs 弄死？有机会啊，这个。哎、Max Specs 家里面好像杀了一波农民。抢手要抢手。抢手有机会守住，守得住守得住，他兵还是不少。其实跳脸就守住了，哎，两个人跳的都有点好，哎，但后面，但后面兵又来了，这两个可，哎，还是 Max Space 跳的更好。我怎么感觉 Max Space 操作更跳的好多了？这个操作，你不觉得 Max Space 血量控制的非常好吗？全是黄血，噩梦是有三四个这种红血的兵。哎，但是这里被闪了，但这样一来一回 ，Max Max 六十个农民呢、啊，恶梦只有三十七个农民，什么情况啊？崩了呀！这你妈这怎么一来一回的差距那么大？这就是基本功吗？一直在搞事儿，就感觉恶梦经济已经崩了。这个已经这个就憋就好了。噩梦已经没有机会了。Max Space 只要在家里面憋，然后滚雪球一波滚上去就结束了。对，这把弹幕是骡子是马，出来溜溜。哎呀，这其他项目的确我们很菜，什么 Apex 啊，什么 Dota 这些，我觉得水友虐我们是应该的，我们的确有点菜。对吧，但是星际这个老本行的项目，无论是一和二，一虽然我们是的确很久不打了，对吧，你们可能觉得孙哥当年高度有点高你们打不过，那我其实可能有点菜，但是比普通的水友那还是要稍微强一点的。那星际二就不用说了，星际二大部分的水友是不可能打得过我的，毕竟我还在练习。黄哥，你别说了，少说一点。我们看新，我们这个观众里面还是有些猛男的，真的他妈到时候心机把你占了。大部分，我不排除有少量的猛男，对吧？少量，但是这是极少数。那像Dota就是极大数的人，哎，也不一定，可能也没有极大数的人能占我们。我有一说一，鸟哥现在心机估计也打不过黄哥。鸟哥不好说，鸟哥还有点底蕴哦。他不打呀，哎，不过他当年底蜜也没多深，说啥说话说白了也就那么回事了，我靠，哎，他也很久不打了，下次找机会跟他切磋。你还复健过一段时间的呀，对不对？不，他也复健过的，他也悄悄复健的。鸟哥你妈经常复健的。这个经济跟不上，而且噩梦还没攻防。什么 AYGG 以前是国内前五 Z？ 怎么你在说什么东西啊？你妈的，这种话都能说得出口？他妈这他妈也有点吧？哎，我随便数几个好吗？贝克汉姆，他妈的刘波豪 ，F 九幺疯子土豆民 ，EVA。杰弟跟他差不多，妈的赵丹雄，不，杰弟赵丹雄跟他差不多，这个你还是要承认的。杰弟跟那个 ZDY 跟他差不多，所以这个是真的。但是人家那个就比赛成绩要比他好一点，也差不多，也没好到哪里去。我看他们经常在线下的呀。
不，鸟哥只是不怎么出来打比赛，差不多，差不多，实力差不多。这个我还是要帮鸟哥正个名的。就前十 Z 肯定有，你们说的是重组。就前十 Z 肯定有鸟哥，但前五 Z 是肯定没有的。不，现在说重组，你们说的他妈什么雷车雷雷这些，他妈都是他妈的打别的组。赵云啊，赵云太早了，赵云不打星际的时候，鸟哥还没打星际。GG Max Max 就是基本功比这个要好太多了，比这个噩梦就前期打完就六十个农民打三十个农民。嗯，看噩梦能不能第二场扳回一番，至少打个大江战。不，星际其实你们要分时代的。星际一大概我们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是哪，两千年之前，九八年到两千年是一个时代，然后两千年、2001年、2002年、2003年，差不多是一个时代，然后2003年之后就零四到2007差不多是一个时代，然后2007到2010是一个时代，可以分为四个时代。你说什么？就九八年到两千年是一个时代，然后两千年到什么时候？2003年。啊，那我就是从2003年之后的时代开始，一直到最后了。对对对，你大概是2003到之后的。难道我是什么常青树啊？那 PJ 比你厉害多了。哼，狗逼 PJ， 你妈的，给老子等着 ！PJ 是2001年就开始很猛，猛了10年。整个中国星际的前后三个时代的 PJ 都在，而且都是顶尖选手。哎，现在40岁了，对吧？40岁了。98到20 MTYD， 你在说什么东西啊 ？MTY， 不不 ，MTY 强的时候是在零一年其实都不是那么强，但2001年已经有点强。2001、2002、2003这三年 MTY， 就2002、2003年 MTY 是最强的，最强的时候。2000年之前 MTY 不是很强，就还好吧，就不是很强。那个时候 EAT 这些比较强，对吧 ？EAT 比 MTY 要厉害。对，当时我还是小菜鸟的。嗯，以前的 ID 还是有点意思的，什么如月影。有没有这个 ID 吗？肯定有的。银河海盗，似水无痕，这你妈！柳随风，你妈还有几个柳随风？我他妈人都傻了。以前的 ID 都是这种 ID， 你知道吗？不是零零年、2001年的时候嘛，我是小菜鸟呀、啊。嗯。还有单挑王子，我靠！这些都后来转魔兽了。啊，这些什么单挑王子？我告诉你，什么？单挑 这些淋雨那些人，什么单挑王子、银河海盗，这是这些人。我觉得妈的没有一个比 PJ 强的，我操！那什么白太子，你妈的白太子是我感觉他妈其中最他妈名不符实的，我操！我就感觉妈白太子也没什么实力，妈搞得好像很你妈你不那就更不符合实力的是黑太子，声音很大。黑太子比白太子还不行，好不好？那个叫 C 马瑞的是白太子还是黑太子吗？白太子呀 ，C 马瑞比，妈的，我就觉得 C 马瑞比黑太子猛多了，好吗？黑太子就是手快，我们都说他是虚快。你妈的400+的 APM， 不知道在按什么。那不就跟你妈那个什么蜗牛什么？哎，跟蜗牛一模一样的，你妈虚快，我靠！黑太子 ，C 马瑞，我跟你说还是有点东西的。但是话我要说回来 ，C 马瑞在那个。replace.net 上面的不是他赢了很多韩国顶尖高手的这个视频嘛 replay 嘛，当时你记得是不是放了很多嘛，什么赢 boxer 啊，赢这些东西的嘛，他名声不就这样打出来的吗？ 我都不知道他名声就这样打出来的嘛，就是放了很多这样的 replay。 其实可以小揭秘一下，这些 replay 所有的 replay 都是 PJ 打的，都是 PJ 用的他的 ID 在那个美期上面跟
那些顶尖，就你妈的就 P 当 P 嘛，就是啊，没有 PJ 对，就 PJ 当时就不想暴露自己的 ID 嘛，就用他的 ID 打的。Bad player， 这个好像就是什么黑太子吧？啊，对，就 Bad player， 对， 对，就是他。这没什么实力，这个人不还有点实力，有点实力，不是很强，但是有点实力。不是枪手，不是枪手，是当时他约人练嘛，他当时就用这个 ID 练的。有很多都是 PJ 打的， PJ 还用人族打的，就是直接偷黄金矿啊，这个还是有点想法的呀，有想法哦，噩梦拼一枪了，直接把黄金矿先偷了，这个黄金矿偷了，看马斯戴斯意识怎么样啊？弄和 MTY 谁强，我他妈人傻了MTY 估计人也傻了，你问这句话没有可比性啊。哎，就阿龙你们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是这妈可能比数字补丁都菜，菜然后你们跑过来说一个你妈的全国顶尖的以前顶尖的高手，他比数字补丁菜多了好吗？你他妈在说什么东西啊？对啊，他基本上就接班人的实力，估计可能都没有吧可能没有啊，我也不具体他什么实力我也不知道，反正肯定不强。数字补丁比他厉害，数字补丁好歹现在换到 VS 也是大概15-16级的水平，肯定有的，差不多吧，差不多，对不对嘛？15-16级肯定有。那阿龙估计12级，差不多吧，十级12级，反正，哎呦。和四个农民控制血量控制的很好啊，可以抬回来干嘛？搞得跟真的一样。不要刷了，老子不会回答你这个问题的，烦死了！什么你妈的靠，真是偷了黄金矿，真的是每次你妈都他妈这种。看看这个偷了黄金矿之后是什么情况啊？再戳，这是不是觉得农民少了点？不对呀！哎呦，马克斯贝克斯就已经把噩梦戳崩了呀！这妈一个先知就打死了、啊。黄金矿你也不能你妈这样搞的呀！被一个出凤凰的被一个先知打，又打了9个农民，这打毛啊！这个噩梦不用打了。就一个先知就打死了，感觉他知道外面有偷矿，肯定知道了，不然的话就不可能 就这么点补丁、啊、噩梦现在凤凰也杀不到什么东西啊，不该交的税你凤凰来了、啊、那就交 了就结束了，下面已经去了，好像他马上往下面走，你就已经没了呀，左下角直接过去，这盘完全是因为噩梦自己在主矿没有放一个电池，所以才会被 戳成弱智。对，有点太偷了，你偷黄金矿应该放个电池嘛，他可能觉得自己出凤凰不应该被先知戳到，结果 Marcus Max 的这的确位置站得比他好，这经济差太远了，有黄金矿也没用，拖农民手这波还能守住，但你后面怎么办呢？强行换他，不能他不想这波兵走，先守住再说啊。他想留，但是不敢往，还敢往前跳。你多啊！他没看到后面的兵。Max Max 到底是谁啊？是个小孩子，具体是谁谁知道呢？刚成年吧，18岁，04年的选手，不知道是谁啊。Miss 什么实力啊 ？Miss 在妹子里面还可以，对吧？妹子里面算比较厉害的。他们下一句就是那跟马大姐比呢？比马大姐厉害点。啊 ，Miss 比马大姐都厉害、啊？厉害，就同期来相比啊，就是相比，就是他们两个应该是不同时代的选手嘛。
陈密斯比马大姐早很多嘛，但是我就说同期两个人的水平的一个，就是在巅峰水平比，巅峰水平在国内的位置，我觉得他比马大姐厉害一点。密斯大概是个水中吧，在国内，马大姐应该打不到水中，就是在那个年代啊，水中的水平。稍微厉害一点点，这个我还是知道的。马大姐拿过世界冠军，那运气比较好嘛，那个没打嘛，那个韩国人不参加嘛，那个阿布罗迪没来嘛，阿布罗迪来就完全碾压了。这感觉要被打回来吗？实在是，他还是第一波有送了有点多。嗯，对，就趁着这个时间啊，有爆发力。托东明，恶魔，哎，托东明这个爆发力啊，这波黄金矿的爆发力强行爆边，但马克斯贝克斯转引刀了。其实这几下噩梦跳的挺好的，还可以，还可以，有机会一波整死哦。这多很多啊！但是突破临界点了，这个追猎数量。但你也不能这样顶着核电站这样进去的。哎呦，你妈个这样子啊！原来还在搞事啊！哎，这引刀进去那怎么办？这直接噩梦直接崩了呀！嗯。马克斯贝斯就拖啊，拖到引刀出来。阿布罗迪，噩梦可能觉得自己。阿布罗迪打的还可以吧，拖农民啦，不拖农民守不住啊，不拖呀，哦，他守住，他守住了呀，引刀很危险，引刀进家了吧，应该已经，应该是吧，他反正就死守，然后拖引刀，就免刷一把刀防一防。好了，看到再往家里赶引刀，再往家里赶。对，看到引刀了，正面压力有点大，必须要暴露引刀了。正面刷，哎，对，是这边再刷一把刀，就慢慢砍就好了呀。家里面崩了，直接退了，只能直接。他没有引刀了，还是被 Mark Specs 拖出来了这把引刀，思路很清楚。好强啊，黄哥 ！Mark Specs 这种都能够扛着扛着把引刀扛出来，思路非常清楚，这样翻盘啊。当然如果噩梦再强一点的话，再强一点点，就有可能压死了。对，对吧？再强一点点，差也运气有点不好吧？还是前期损失太大了？前期他有凤凰的情况下被一个先知出了98个农民，这个太伤了。好，今天的比分啊 ，IG 0-6输给了 SR， 然后 PSS 4-2战胜了 GP。还算比较正常吧，这个比分。